都怪你拖拖拉拉，才让神兽战队反攻成功。什么？还没解决神兽战队，这让我怎么向霍元帝交代？哎，冲大人别生气，我们有这个拖延机械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好，机械兽被化了，是消灭神兽战队。上吧。哎，急什么，现在是赛车时间。真好玩，再来一次。哎呀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什么东西飞进我嘴里了？这是蜜蜂炸弹，一小时内解决不了神兽战队，他就会将你炸开花。一小时啊，急什么，慢慢来。现在你只有五分钟。五分钟？要是五分钟内解决不了神兽战队，我马上消灭神兽战队。大家召唤神兽金刚，召唤神兽金刚。歪州可以调节时间，你们是打不过我的。圣护金刚消失吧，玄鸟金龙飞吻。打机械兽还是要靠本小姐。竟然敢偷袭我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玄鸟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小燕子呀？林聪，我们合体打败他。大家快五合体，失败所有能量，神兽金刚合体。大小姐，你又磨蹭。赵燕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玄鸟金刚不受我控制了。你中了我的延迟光线，无论做什么都会延迟三秒，现在给我消失吧。燕子，叶辉，快闪开。玄鸟超人，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两个金刚。你，大家小心。林聪，叶辉，张力，陈峰，都怪我，是我拖拖拉拉，才害小鸡皮被抓。大家也是因为我才合体失败，都怪我。没事，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只要你以后不再拖延就好了。大家，对对对，拖延要不得，所以我也不能拖延。
神兽战队，再见了。林聪，本魔锁，是王林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赵燕，别自责了，那不是你的错，而且延迟也没什么好怕的，提前行动不就好了？提前行动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明白了。王林，我们快合体，我要让他后悔欺负北小姐。好，火影金刚，鸟鱼合体。能抵抗延迟光线，对于神兽战队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别磨蹭了，我们快五合体吧。就是时间的主宰，少说大话。在这里我可以随意调节时间，你们是打不过我的。时间，注意时间，五分钟快到了，炸弹即将引爆。五、四、没什么，慢慢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在我的时间里，期限永远不会到哦。别磨蹭了，快点解决神兽战队。怎么办？大家还记得突破拖延能量的时候吗？我们是来救小鸡皮的。当时我专心想着救小鸡皮，不记得怎么出来的。对，就是专心，专注目标就能战胜拖延。就是这样，把握住准确的时间。神兽金刚，兽神功！不可能，没有人能在我的时间里打败我。好，时间到了。3、2、1。Ha ha ha!
是某人拖拖拉拉，我们已经玩一上午了。知道了，下次5点带你来看日出，你可别赖床。嗯，拜拜。